子宫穴主要功效止咳化痰。穴位定位，子宫穴位于胸部当前正中线上平第二肋间隙处，主治疾病气喘、胸痛、喉痹、胸膜炎、肺结核。掌握以下四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食中指指腹推揉子宫穴3至5分钟，长期按摩可改善气喘、胸痛、喉痹等病症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，灸至子宫穴5至10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呕吐、支气管炎、肺炎等症状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气罐、拔罐器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拔罐器把气罐拔在子宫穴上，留罐10至15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胸膜炎、肺结核等病症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用脚刮法让刮板面与刮拭皮肤呈45度，用脚部刮拭子宫穴30次，烧出痧即可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咳嗽、气喘等病症。操作完毕。